个目标是成为唱跳歌手，对，他是希望能够唱跳歌手，好不好？这个任务呢，我打算就是我也不年轻了啦，我们就下辈子砍掉重练吧。对，有时候走下台我都觉得累了，所以我是没办法做对唱跳歌手。我竟然穿着外套，等一下，哎，马健呐，后面是我的妈妈是情报的呀、啊。那我就穿外套。对，我们专门在打破人家对舞台的那个表演人的想象。我越穿越多，现在穿毛衣。太多了。好，好了，阿汤的歌曲，《汤姆克鲁斯》主题歌曲。来喽。Hallelujah. Ooh. Girls, it's hallelujah. Ooh. Girls, it's hallelujah.